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f(x) 这个函数哈，满足这两个条件，那这个呢是一个积分嘛，哦，它的话哈，从负二哈，啊积到呢四哈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积到四哈，这个是，负二积到四是78了，哦，我们假设这样子，我随便画了啊。这块面积78，那现在呢一啊哈，积到什么呢？积到4，这一块是75，这一块是75了，啊整块的话是78，整块78了，那他问说，负二积到一的话多少？那当然是整块嘛，啊扣掉这一块了，所以这个是78。减掉多少？75，所以是3了。好，第二小题啊，这个4可以抽出来了，负二到一 ，f(x)dx， 那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3嘛，好，所以是4乘3等于4×32。好，再来看这个。这3抽出来，负二哈到一嘛 ，f(x)dx， 再加多少？负二到一，2dx， 这个是多少呢？这个是3嘛，这是3乘以3，加多少呢？这个是2x。带上下线啊，二积分是2x， 负二到一，所以这是9，啊加多少？2，一减负二，一减负二就是3嘛，2×3=6，9加16=15，所以第三小题答案是15。